Hello? Yeah. What about the state of King's Cross? What? Okay, I got it. Thanks. Let's go, please.3年过去，我的梦想没实现到，我都仲住在这里。生命里面剩下一个人的时候，仅存的自己都会剩下一半。你在别人上载的照片，却留下了很多留言，身边和眼前都比不上朋友圈。Hi, excuse me. Hello there. Can I speak to the person in charge here, please? Yeah, of course. Paco. Sorry, this lady here to see you. Thanks. 蛤？呢度要拆？我从来都冇听过嘅。系啊，呢一区将会被规划成为室内运动场，亦都系大型演唱会嘅场地。附近九成嘅业主已经同意咗搬噶啦。你唔系 model 嚟嘅咩？你唔系做戏嘅咩？你做乜喺度拆楼啫？呢个系我家族公司，其他嘢我亦都唔方便话俾你知。希望你可以好好考虑下。昨天，重重的说再见，隔天一定再见。一点点写成一篇篇友情的诗篇，是谁把它变从前？是谁让往事如烟？是上线还是下线？下线。今天看见黑压压一片。估唔到你除咗中意做戏同埋地产之外，你仲中意跟踪人。你系店长，俾咗你船屋嘅地址我。佢话你唔喺屋企，就喺呢度。咩都好啦 ，live house 我系唔会买。无论佢系边个，佢一定系对你好重要噶啦，系嘛？系。再见，隔天一定再见，一点点写成一篇篇友情的诗篇，是谁把它变成茧？是谁让往事如烟？就觉得你唱得真系好好听，但系喺度唱会唔会嘥咗啲咧 ？LMS 制作人。其实是我旗下的 artist management 的人，只要你答应搬，我可以马上帮你出一张唱片，就当是一个补偿。其实我觉得你真的很有实力的，而且这个是你的梦想来的嘛，是吧？多谢你，但是我的梦想就是一直可以在这里唱歌。昨天纷纷飘进视线，现实还没实现，一圈圈抱着一圈圈朋友在身边，昨天重重的说再见，隔天一定再见。一点点想喂，原来你屋企好大嘅添。我屋企喺 Manchester， 我一个人嚟到伦敦嘅时候，屋企非常之唔同。我想我丈夫屋企嘅生意，唔想我做演员，所以一个先都冇俾我。我跟住嗰阵时嘅男朋友就匿咗喺呢度，一人一半分担租金，各自为自己嘅梦想而努力。但冇几耐，我哋亦都为咗我哋嘅梦想而分开咗。分开咗一阵之后，
就真係分咗手。好多嘢都唔可以翻轉頭，但偶然我都會嚟呢度，當我提醒自己要珍惜眼前。我會同我爹哋講，嗰塊地由得佢啦。始終夢想比較重要。那個人究竟離你有幾遠？ Just one step closer。明天把今天带回昨天，我们都喜欢面对面，我们都习惯肩并肩。